到了，我们到 hotel 了。小哥哥左手拎的那个蓝袋子看起来有点窝囊，但是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啊。我们从家里带了水果啥的，因为这边毕竟是岛上嘛，买这东西不方便。小哥哥现在去 check in 了，小哥哥办好 check in 了，他讲还有个什么 membership 的卡，想以后再来的话有 discount。12% 啊，啊不错，下一个 stay。这是从四楼看下去的 swimming pool。哇，这里好凉快啊，不好大。你把那卡插上去。嗯，哇，这房间那么小啊，房间不是很大嘞，小小的房间。它外面的景是不错，里面就还好，就是比较小小的一个，就这样而已了。这边有个 safe 保险箱，然后这边啊拖鞋啊什么的，吹风机，嗯，水杯，这些洗漱用品啊。嗯，那底下什么？没有什么，空的。看，这是一个小冰箱啊，一个小冰箱。我这边是厕所，然后这边就是 bathroom。啊，这个 bathroom 是两边的。嗯，这样。看这个的话，你要泡水的话，我们刚才进房间之后哈、啊，我就觉得对这房间的 size 还是床不是很满意。然后呢，然后正好那个电话打进来嘛哈，然后我就跟他讲有没有更大一点的床，就是 king size。然后我就等着人家给我换床，他讲他会找嘛，然后就等着人家给我换床，结果半天没有人理我。嗯。看来换床无望了。也许比较贵哦。I don't know。哎呀，哎，算了，不知道是没有房间还是怎么样。哎，刚才小哥哥在准备他要面试的东西，他现在在尝试一个更高一点 level 的一个 position， 希望他能拿到。不过哈，你也是要。Take it easy， 就算没有拿到也没关系，抱着这种心态，只要努力过了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他不停呢，老公？他一直在洗我。啊，要再按一下。哦、oh, ，OK 。他一直在洗我。什么 dryer？ 有吗？有，会比较稳一点的。嗯，你没有帮我冲前面。冲前面哦。嗯，等一下。按倒立。哎呀 ，stop 一下啊 ，front。哇，这边，哦，这边只是去到第三楼而已。哈？去到第一楼。只是去到三楼。我去铺的话，用这边。哦 ，OK。这边出来是这样的。这种应该叫梯田式的 swimming pool， 也就是 0.95 才一米，不懂那边的会不会深一点。它这里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，它那边是有两个网红在那里拍照。对，最里面的会比较深。海景这边不错，一个吧。嗯，不懂晚上会不会，我觉得晚上会比较多的。呀，看到那是 monorail 是吗？还是那是 maintenance 的东西？等等，还有船。你这个 hotel 就叫做 Village Hotel Sentosa，就是一个绿意盎然的 hotel， 很多绿色，看，很多绿色，很多绿色，还有它特点就是有很多的 swimming pool， 是那种梯田式的 swimming pool，
然后这边每晚是多少钱？300是不是？330还是340多？啊，330还是340多一晚上。然后我们是一个多月前订的。哦，好像是有打折的时候，对，好像是红包最后是580多。嗯，好像是。这边有个 gym 是8点开，可是我们可以用。然后这里有小孩子的，小孩子这边就比较浅，0.35米。这边是一家马来家庭，不错哦。这里还有小孩子玩的地方，木马啊，什么一些座椅啥的。嗯，这个电梯下去的，我们下去看看。那是楼梯。哦，下去又楼梯了。是。啊。没记得吗？上次我们在另外一边是楼上，然后就类似这样。对。很像沈腾上那种水世界里面有那种玩的哈，漂流的那种感觉。在游泳池旁边放松呢，在这坐着看人家游泳。小哥哥在小哥哥在房间面试呢，然后他刚才告诉我说前台打电话过来说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房间，但是因为他要面试，现在不能够搬到那个房间，半个小时之后再搬。OK, enjoy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嗯，酒店派服务生过来给我们换房间了。看这个房间明显比刚才那个大了一些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还有那种什那个沙窝的。哦，这个的话是接在一起的。哦，对，但是这个就没有浴缸，没有浴缸了，就是沙窝的那个。还有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对，我就想要有一个可以休息、可以坐的地方嘛。刚才那个就很挤。对啊。看这个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桌子，还有这样一个椅子哈。刚才那个就很简单，那个刚才那个是在电视底下搞了一个临时的。嗯，还是 face to the same direction 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它是 along 这边的，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是中间的，这个旁边两个 level。嗯，这比刚才那个好多了。嗯，比较大一点的。Yeah。我拿些东西出来先。嗯，那看我带的水果这么老多，忘记带一个纸盘了，然后呢也难不住我，其中有一个水果盒，我就给它洗一洗，把这个当果盘用。酒店再打过来哈。OK, OK. 啊，问我们现在满意吗？不了 OK。比刚才那个好啊，大床比较好啊。点这个桌子就好多了。尝尝，这套厉害。饭。我们现在来到 Vivo City 的，这是什么 ？Food Republic 还是什么？Food Republic 跟那个313上面是一模一样啊。小哥哥点的这个是什么饭呢？像铁板的吗？铁板烧的鸡根的。嗯，然后我们要鸡翅膀，然后我要的韩式石锅拌饭。嘿嘿，就是从那个酒店过来其实蛮方便的哈，就两站那个小火车就过来了。嗯，对，酒店也是有直接的那个 shuttle bus 过来这边。吃完饭了走人呢，从那边走。什么鸡饭啊，肉骨茶呀，对，米粉什么酿豆腐啥都有了，就是当时在里面通常会有的都有。那麻辣香锅，哇，这么多灯笼，你看。我记得原先这里面都很多很多游客在里面排队的那种，包括那边那个小火车都是哇排长队的，现在都没有不怎么需要排队的。不过现在也是感觉游客。
也是会有一些了，比以前强多了，希望赶快恢复以前那种繁华的样子。去看看小孩子衣服的价格。Cartus， 对，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来 Vivo City 了，这位店家好多、哦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个 Gram，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舒芙蕾的那个很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 Dyson 买一点东西，买不一样的吧。我们就随便在 Vivo 逛逛，买点东西就回去了。现在这个小火车都不收钱了。前面那两个人牵着狗狗，哥哥在冲凉，然后我很喜欢他这个圆环的镜子，这些小样终于有机会露面。我这小冰箱里面现在也是琳琅满目啊，啥都有。绞肉机了。